每一个人都有作用，你一定要跟别人团队合作。那个很会买饮料的那个人，比那个很会画海报的人有时候还要重要，如果你口渴的时候。所以你对人一定要很客气，跟人家形成一个团队，然后去把事情完成。所以不论客气或不客气，最重要的是你要完成你心中想做的事。老师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就这么简单，记住，一个客气，一个不客气，对知识不要客气，对朋友要客气。那我再一次谢谢校长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学校，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是明日之星。刚刚刘老师说，每个人都有他的潜能，他的天赋。那我们师长要退休，校长只有在学校才有这个机会。我们要让小朋友你们的阳气，你们的祝福。顺便跟刘老师拍一张照片，以后搞不好同学在一起了。我长大了，那张照片有多有福？那大家来跟他合影。来互相祝福。其实师长今天来跟大家来讲话，其实他离开学校，除了我们学校来祝福他，其实他今天也是来表达他对这个学校的感情跟对小朋友的勉励啊，这个也是互相的。那我们请来有教过、有上过刘老师的课举手。来，你们围在他旁边。来，你学长，你坐在这里。各位旁边来，那个再来是几年级？三年级有、哦、来。你来，你下面一点，有蹲下来，来三个，这三。好，来，你们是哪一班？这里来，先。现在没来啊。
有位置坐吗？两杯敬你们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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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啊！恭喜刘老师这边。那个叶总，那边您坐，恭喜刘老师。你用照的，我用录的。可是我录的功夫很差哎，只是今天很珍贵啊，所以一定要录。这手机都拍出来都很好。Yeah.